刚刚过来呀。在我身边的这台呢，是通科今年新推出的一款联合德系环保要求设计的去塑化涂装技术，从原装配件共同解决泼泼污染的问题。离心两头表面有放反射的阳光纹理，在离心头表面涂布环保化油，并使其硬化。该工具常给新复合胶水，将大家日天鹅到印刷纸上表面，离心两头和双光滑层玻璃疏解后的离心两头可以回收利用，印刷纸上表面已复制出离心。